为了促进身心障碍者均衡营养，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儿童以及老人照护协会捐赠牛奶352箱，和嘉义县身心障碍福利机构以及团体嘉义县社会局今仔日下晡伫私立中埔教养院举行捐赠仪式，由社会局长张翠瑶代表社福单位表达谢意，回敬感谢状。这件受证的社福单位总共22家，包括有8间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还有14间身心障碍团体。这些社福单位长期以来都是县府重要的协力伙伴，承接多项县府委托各项身心障碍福利方案，安置身心障碍朋友，发展支持照顾服务，连接社会福利资源，也提供身心障碍者适当的支持，减轻家庭照顾者的压力，让身心障碍者得到更好的生活品质。很高兴来到民雄重埔教养院，然后邀请了我们的所有的身障团体跟机构一起来参与今天我们儿老协会捐赠我们352箱牛奶的一个捐赠仪式。那儿老协会长久以来对嘉义县非常的照顾哈，那不管是我们老人福利机构，或是我们早期疗愈，或是逐步踏实的相关计划，那只要是嘉义县有所需求的话，那儿老协会都是义不容辞的来跟我们做支援。那这一次的那个牛奶捐赠除了捐赠我们的机构以外，那我们也建立就儿老协会我们的身上朋友跟老人一样是需要营养补充的哈，所以儿老协会在这一次也增加了我们身上朋友跟团体的牛奶，那期盼这样子的爱带进来，那更能够传出去，让更多的一个爱可以进来嘉义县，然后协助我们的老人跟身上。身心障碍者朋友的身体机能相较比一般人更加弱，摄取足够营养，有足够的运动，是减缓身体机能退化的关键因素。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儿童还有老人照护协会希望身心障碍者朋友透过牛奶的摄取，补充蛋白质、钙质、矿物质等等，增强体力，促进身体健康。那针对嘉义县，其实我们的儿老协会长期都有跟嘉义县的社会局在做合作，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嘉义县属于老人社会了。那目前我们的台湾已经面临到超高龄社会，尤其是4个县市，那嘉义县就是其中一个县市，那人口老人人口数是最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需求性了。那在一些弱势的福利机构里面，其实这些儿老他们是缺乏营养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跟企业合作的情况之下，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保酒乳营养品能够提供给弱势的机构，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次办活动的主要目的。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儿童还有老人照护协会刘银斌等部理事就表示，协会以慈悲心、关怀情、守护儿童还有老人为宗旨，照顾需要向照顾弱势儿童还有老人，都是以关怀社会弱势为本，延续将爱分享到身心障碍朋友，借由这件的活动抛砖引玉，发挥团结力量大的精神，呼吁各界以实际行动支持身心障碍者，持续传递正面的能量，共创良善的社会。最新新闻整理，是民雄乡彩虹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一起加入我们吧！